咱来关心以下战争，去予以色列军队封锁九天加沙地西法病院，十九个时有计强加31个扎山人，即马是甲因刷到南部的拉法地区去接受治疗。也毋过即马伫病院内底，也佫有超过250个病人。世界卫生组织 WHO 嘛，实际上入去病院内底看，因为病院即马是无水无电，所以 WHO 是表示西法病院即马已经变作一个死亡区。吸引全球媒体注意的西法病院有生命危险的扎山人，直到第三个医师、两个护理师甲护送安全送到南部拉法的海拉尔阿联酋妇科病院，准备甲因经由拉法的关卡送去埃及接受完整的治疗。不过九天的封锁过程，有十个扎山人不幸死亡。طبعاً هؤلاء الأطفال تعرضوا لأذى شديد أثناء إقامتهم في مجمع الشفاء.نتيجة لمنع كل مقومات الخدمة الصحية الموجودة في مجمع الشفاء اكتشفنا أن حتى المياه التي كانوا تقدم لهم الرضعات فيها لحليب الأطفال كانت مياه ملوثة ولم يتم تعقيمها لعدم توفر أي مقومات من مقومات التعقيم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一个由联合国经济部门、公共卫生专家、后勤官员，也个安全人员组成的人道评估团队，迄天利用天火时阵进入院内视察一点钟，出来了后对外表示，因伫病院入口的所在看到一个大型的埃蒙阿布，内底差不多有80具尸体，内底甲外口拢会当看到攻击甲清洁所留落来痕迹，欠缺清洁用水、燃油、医药，也个其他的必需品，院内情况。数量绝望，那亲像一个死亡区。Other patients we have are around 260 patients. Unfortunately, we lost two patients overnight this night. So it's totally like you know, non-human place to live in. It's totally full of rubbish, waste everywhere. We are not allowed to get out of the building.在西法病院服务的莫卡拉卡提医师接受路透社电话访问时表示，伊军十八予伊两点钟的时间撤离，2500个伫园区未见证无危机的巴勒斯坦人，大部分是已经离开，不过还有260个重症患者，25个医护人员无法逃走。We had nothing came to the hospital as like food or drinking water or anything. The Israelis keep另外一方面，在加沙南部住着22000人的汉尤尼斯难民营，生活条件真歹，茶加塑胶布规个搭起来的简单天道，直到因为透强风落大雨，一点仔防护的作用都无，大人甲囡仔都还阁随时注意积水，才袂让天道规个跌倒去。公司新闻王伟文编译。